民数记第四章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阿伦讲：你对利未人的中间，将各辖子孙的总数，照因的家口宗族，对30岁直到50岁，既然入来任职，伫会幕来办事的，全拢计算。四节，各辖的子孙伫会幕搬运祭献的米。所办的事就是安尼。起营的时，阿伦甲伊的囝，都入去北亚杂柜的吊里，用来压砍法柜，搁用海狗皮砍伫顶面，搁砍纯蓝色的布，然后折成卷。七节，搁用蓝色的布，处伫白日饼的刀，将盘碗匙电酒的杯摆伫迄顶面，刀。也着有常常白色的饼，伫迄顶面，搁着搭朱红色的布，搁盖海狗皮才成卷。九节，着摕蓝色的布，将灯台、甲灯台顶所有的灯盏、枕、花盘、甲一切底油的器具，全部拢压扎。十节，搁着将灯台、甲灯台一切的器具，包伫海狗皮内。下伫茶几顶，11节伫金单顶，倒出蓝色的布，盖海狗皮，遮成卷，搁着摕绳索，用一切器具包伫蓝色的布内，用海狗皮来盖，下伫茶几顶。13节着收单顶的灰灰，将紫色的布出伫单顶面，搁着将所有一切器具，就是火鼎。肉车、土啊、盘，一切属地段的器具，拢摆伫段顶，搁砍海狗皮，遮成卷。15节，将要起营的时，阿伦甲伊的囝，将圣所、甲圣所一切器具，也砍了。各辖的子孙就来耕，独独唔通忘圣的米，免得因死亡，会无来遮物件。是各辖的子孙所得耕的。16节，这是阿伦的子伊利亚撒所得过手的，是点灯的油、甲香料、甲常常献的素祭、甲抹的油，也得过手全会幕甲其中所有的、甲圣所、甲圣所的器具。17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阿伦讲：恁唔通将各辖人的支派。对利未人的中间监督，因我禁止性的米的事，阿伦甲伊的囝就入去派因个人所得办的、所得耕的，安尼设法因，通予因活着免得死亡。独独因点啊久，也唔通入去看圣所，免得因死亡。21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你着将结孙子孙的总数，照着宗族。家口对30岁以上到50岁，今日入来任职，伫会幕来办事的，拢得点算。德顺人各族所办的事，所耕的米是安尼，因得耕会幕的帐幕，甲会幕，甲会幕的挂，甲迄顶面的海狗皮，甲会幕的门里，伊的部位，甲门里，伊就是为会幕甲大的锁啊。甲所用的器具，无论是做虾米用的，因拢得料理。27节，结顺的子孙，伫一切所耕的米、所办的事，拢得照阿伦甲伊的囝所吩咐。因所得耕的，得派因过手。这是结顺子孙的工作，伫会幕内所办的事，因所过手的，都伫这是阿伦的囝伊他妈的手下。29节，论到米拉利的子孙，你着照家口宗族，将因点算，对30岁以上到50岁，今日入来任职，伫会幕来办事的，你拢着点算。31节，因办理会幕的事，就是跟会幕的板、钢、条、甲库、圆四围的条、甲迄顶的座、其他锁啊。甲一切所用的器具，因所耕的器具，恁着照命指定。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伫会幕内所办的事，
拢伫祭司阿伦的囝伊塔玛的手下。34节，摩西阿伦甲会众的这首领，将哥哈的子孙照家口宗族，对30岁直到50岁，今仔入来任职，伫会幕来办事的，拢点算。过算的共有2750名。37节，这是哥哈国族过算的，是伫会幕来办事的，就是摩西阿伦照耶和华托摩西所吩咐点算的。38节，杰孙的子孙过算的，照着家口宗族，对30岁直到50岁，今仔入来任职，伫会幕来办事的，共有2630名。41节，这是杰孙子孙各族中过算的，是伫会幕来办事的，就是摩西阿伦照耶和华托摩西所吩咐点算的。42节，米拉利子孙中各族过算的，照家口宗族，对30岁直到50岁，今仔入来任职，伫会幕来办事的，共有3200名。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过算的，就是摩西阿伦照耶和华托摩西所吩咐点算的。46节，今仔过算的利未人，就是摩西阿伦甲以色列众首领照家口宗族所点算的，对30岁到50岁，今仔入来任职，伫会幕内做光明的工的，共有8580名。49节，摩西照因所办的事所讲的密，照耶和华的吩咐点算因安尼予摩西点算，都亲像耶和华所吩咐伊的。